我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哎，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 休想从我这儿过去！
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。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跟我来山顶会会。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行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
这要是过往了张学的法术。